星光上女神级的嘉宾降临了。没错，她就是今天超美超漂亮的蔡尚华。今年以《全明星攻略》及《全明星运动会》双料入围了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。《全明星攻略》是个综艺性的益智节目，替来宾量身打造了九宫格的题库哦。节目内容呢非常丰富，而且有知识又有娱乐性，寓教于乐的同时又入围了益智及实境节目奖。尤其在主持方面，跟陈哥的搭配得宜，营造出轻松又略带悬疑的娱乐氛围，获得评审肯定哦。来来来，我来帮观众谋福利。哇，先不仿了，天哪，不敢直视啊，真的是先转一圈了吧。尚华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真的很有诚意，很有诚意，真的好正好辣哦！因为一个月前，其实尚华就放话说，要再瘦3公斤再走红毯。今天该瘦的地方瘦了，不该瘦的地方完全成功啊！啊，我感觉到瘦身没有成。啊，没有成吗？有没有啊，这个视觉有点太美了。有我听到凡凡你立的 flag 是说你要瘦10公斤，对不对？有成功了6-7公斤，哇，很厉害，也不错了。还是离目标远一点，但是因为尚华真的太辣了，我没办法看着他访问。不过呢，这个尚华主持功力也备受肯定，入围了这个益智还有运动的类型的节目。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想要挑战什么类型的节目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还想跟谁一起搭档？我其实自己还很想主持，比如说外景啊，或是美食类型的节目，因为呢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放纵的去吃。因为之前大家就是说要瘦要瘦，可是如果你主持外景跟美食或料理类型的，你就是没办法，名正言顺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得吃。不是我爱吃，我是为了工作。然后我自己很想要搭档的主持人的话，是谁？就是其实因为我去年有跟豪平，他是我老同学一起对啊，你们真的好有默契哦。搭档过，然后跟视网膜。对，我们有创了一个金钟的小群组，这样希望有机会我们三个人可以在一起合体联手了。但我私心是非常期待尚华可以一个人独挑大梁看看，因为他其实有另外一面活泼的一面，之前都是非常知性的嘛。对，那想要偷偷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毕竟去年是56届的红毯主持人，对，那今年是入围比较紧张还是去年比较紧张？当然是去年比较紧张啊。其实我去年紧张到，我想现在现场的应该所有的制作团队都知道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整个大耳鸣，然后就是都听不太到声音。结果呢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凡凡多认真，他昨天3更半夜的时候加了我 IG， 我睡不着哎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就敲了凡凡，我说凡凡加油，赶快休息。他到凌晨不知道4点还5点还回了我私讯，他4点钟就起床了，你知道吗？4点钟就惊醒，因为我太害怕今天会迟到了，就没想到12小时后才开始。没有，所以我们要谢谢尚华帮我们证实了这个红毯主持人真的有够紧张的，好不好？真的太伟大了，而且他说他是耳鸣，但是他完全没有卡顿，也没有卡词，哎，是，真的已经太优秀了。好，那再次谢谢尚华，希望今晚能够得奖，好不好？来，里面请。对今天的服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？就是其实这一次呢，很感谢林毅老师特别帮我订了一个从西班牙的高定，然后所以就是为了这个服装，所以其实事前也是很努力的想要瘦身啦，但是成果不彰不彰。然后但是在就是整个的打扮也是想说能够换一下造型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PTT 的忠实爱用者，然后就是乡民朋友们就会说，哎，尚华是不是每次在什么节目都一定会有一个招牌的妹妹头？所以我今天就应大家要求，露出我的额头，露一个以前从来没有露过的地方给大家看。